大家好，我是东宝啊。我们今天去我们村那个水池的水源地看下去啊，因为村里那个水有点变小了啊，不知道是堵了还是水小了啊，根本就没水了还是怎么的啊，去看一下啊。我妈他们已经提前去了啊，几家人一起去看啊，因为可能有一些沙子要搓啊，我就后面慢慢悠悠去啊。待会儿顺便在路上啊搞点野菜啊，我上次在那路上看见了啊，大家看看啊。你看村里那么大的水啊，基本上都很小了啊。前两天我和了一个伯伯在前面搞了个火影子的时候，其实还挺大啊，不知道这两天太阳大是不是水小了啊。你想一下我们大汉旱季有多旱啊。我们现在就出发啊，我估计我妈他们已经到了位置了啊，走。像那种三伏天大夏天特别热的时候，只要走到这种山脊上啊，就这种啊，山脊上就是好像两边中间就高出这么一坨，你站在这儿你再打个口哨，然后风就呼呼的刮过来了啊。我们叫的地方叫汉袄山啊，还有包包山啊，就站在这些地方啊，反正这个季节特别舒服，因为这山里到处是树啊，没有太阳的，很爽啊，嘿嘿，这是吹风的好地方啊，太热了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个水源地了啊，就往上面走一点点就到了。大家看看这个水深，其实水还是蛮大的啊，我估计是上面是堵了啊。我们先去看一下啊，看我妈他们在搞，应该这个水质贼干净啊，清澈见底。看一下啊，在清理水池，就是这个，这是第一个沉淀池，沉淀池大好多，大家看看下面很多泥巴，这个需要清理。其实呢，这个水还是小了，不如花了啊。楼底下，一般是那个位置会堵啊，那个位置会吸一些渣子。这个下面是洗池的，这个是洗池的。好，你这好多里边，好多渣子哦。这里是水源的水啊，你看一下，就这么大，应该管子能满了。清澈见底，这个是前面长红薯，这个地方堆了一大堆沙子。这沙子家伙。搞建设如何了？这个水一泡还是有这么大啊？大概有个手掌大了。这几条狗也聪明啊，每天太阳一大的时候就来这里洗个澡，然后自己来啊。水还被他们搞污染了。不过他们在那下游洗。就刚才来那里一个口子那里洗，没这个水源水洗。我们村三个半羊，每次跑水就这三个人，对我妈，就他们三个人，喝水就一个在喝。要就是我们说提醒，每次跑就在整几个人跑。好，那个水呀搞好了啊，我们现在去扯一下那个野菜啊。上次和那个伯伯搞了个火影子看到的，一直想搞那个野菜吃啊，有的时候找不到啊，他喜欢长在湾边上啊，我们去看一下啊。又来现娘了啊，这个湾里特别凉快，确实凉快。我追了，快来，小贼小贼，走，回来，够一番才可以走。就是这个啊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，锤盆草啊，这个既可以当盆景啊，又可以吃，还是一种药啊。央视报道过了啊，这东西对肝脏有点作用。天啊，都吃了。不多说啊，好多你看。啥块？啥块？路上一大片。干死的。干，没点好，点是弯弯边上。干死的。这个地方这个东西啊，喜欢长在那个弯边上。好，大补你看。再吃来五耶！他喜欢长外面上潮湿的地方啊。不脏。你快给猪哥贡献都踢出去了。会人快吃好香。好香，你们是这么多吃的香，我吃死了老铁。真的香了，我没骗你了。你小炒就小炒起。咱不要做菜的。这儿一大堆，你看。啊，几根乖。这个做盆景很漂亮啊。我吃点点的关系，吃了好多。我是更爱吃。我们本地还更爱吃，更爱吃草。
为什么像狗牙齿朝我们背的？你看，是这个叶子是不是像和狗牙齿好像？直尖，都是多挖开。在木尖是要直尖，就是讲我们本地没有人晓得它直尖。没有人收啊，有人收啊，别多听了。你把狗上网上卖，我觉着了一块钱，我都称你几十根。这还得了？他没有人卖一块钱根。没人卖根了。要爆贵啊！一场一锅子炖的，嗯。那是狗牙齿哦。我上不了看牛高原，我已经看牛了，长这么多乖乖的。嗯。怎么天天练？这也有点好东西。啊，有点好东西，哪样好长？这长得好，它的阴空哎，要招式，要招式。那一到干空它就不长的了，那河边上的艾柏肯定长。嗯，看看这一朵艾柏硬长，艾柏我给难切。有沙嘛，还有根茎就长在沙子堆。嗯。这点弄好是长得好嫩。嗯。哈哈哈。哪个没吃过？我搞那么几个月的，我不要多。二点六块钱，叉子搞子有好多点哦。你要叉一叶嘛？一叶也要叉的。要叉根根嘛？我要好多。我切这么大是要好多。可以吃个新鲜。要切猪叉的，再给猪锅煮了不行。只有长。给点那个食物耶。好，下回再来你啊。我下回来你，我一记到切。这道就它目前长了。它不换地方的啦，它不换地方的。哦。有根根儿，它不换地方的。嗯。那摘点嘛不行啊。可以摘，哎，你摘给你，哎，嘣嘣的好乖。嗯。我摘点摘到我的。那摘不活，我们冬天采的。摘的我估计也用一活。晓得。看这个叫这么长长的。嗯。看哦。我这么一篮子啊。到底啥？嗯，那家里还要去稍微整理一下，够了啊。好。我们现在回去了啊，这个菜也是我们第一次吃啊，嗯，这个伯娘和个舅婆也跟着吃一下，走回去。这碗面上啊也有一种药材啊，猫耳朵，嗯，这种东西也是长在碗面上的啊，嗯，猫耳朵。这儿密密麻麻的更多啊，嗯，可惜现在好像是没人收了啊。虽然这个有一条板我知道啊，我天，都能抽几倍了。现在就炒下这个菜啊，要那个嫩尖尖，一篮子一篮子抽我们，这也是一个猪草，哼，那个。然后牛也挺喜欢吃这个，我记得啊。有的朋友可能认为这个是马齿苋啊，其实不是马齿苋啊。这马齿苋长得贼像，马齿苋这个杆子要红一些啊。这个水本草还有一种叶子啊，圆一点，比这个圆一点。嗯，它杆子白一点啊。那马齿苋呢，就是这个比较红，首先杆子比较红，然后这个叶子比较小，也稍微圆一点。小一点，没这么长啊。这个只要它尖尖啊。这些细小这些。嗯，小尖尖嫩嫩的啊，下面那些根部就不要啊，啃不动，绵绵的。你长得看就两级喽。尖尖的就脆脆的。以后的话就只养白鹭，再养白鹭。当白鹭。卡它就起。嗯，它一块卡起了，卡着呢，它又滑。它这么大又滑得快。这玩意儿是四季青啊，一年四季都有的。我就这样看。就搞这么一节节就可以了啊，嗯，这句话啊，洗一下啊，这个菜其实也好洗，就那个叉子，嗯，你别脏。再洗一遍啊！给冲水洗一下，没水啊，都干灰的啊。那就拿起拿好。够野，看看。猪油啊！火已经吃到了，烧到这个火里，这里面打两个盹，上点盐。盐。
完工，一下够食够野饭，够晚饭，够食，够食啊！面蛮好吃啊，面蛮好吃，有点苦哦，苦呀！我给他试了也有点苦哎，我吃生的又没有苦味了。你老来啊？你牛？那些牛还没过水呢。哦，在谷子叫牛，过完节的。咋打你老婆？飘。天了。汤苦没？啊。汤没苦啊。啊，估计要焯水这个啊。换菜了，那个今天有点苦味啊，估计要焯水。一般我们吃野菜都没焯水啊，这个今天这个肯定要焯水，有点苦味。现在吃光大腿凉，你别看。你自己吃喽，你多吃点，平常多吃。嗯，一罐子那个浇头啊，上次搞那个浇头。太好吃了，要筷子吃我也没能搞。要冲鼻子。刷面，没办，要吃也能吃，咋点就咋点，不要对抗。红笔哥，你别死，你又敢抓你？估计搁点醋，这醋刷什么？那王胖子，你怎么这么多钱？吃远了哦。他给刚才那个吹风槽给他搁了一大把，他都吃完了。王子，你还好呀？你有饭你不吃，但我问你什么都好吃。你没多吃完呀？我那几次吃的话嘞，我饿了火火在那吃个快餐。哎，是我这边套路。今天这东西我想吃一两年了啊，今天终于把它搞上了。真是的呀，我啥话？你不嚼它，应该好香。哦，你嚼了几片啊？嗯，那一嚼就是有点苦味啊。哎，好吃。啊。香，很香，有那个豆芽香，那就是有个苦味，就脆脆的。我要是没那个苦味，就特别好吃。我吃，那不是你一人吃才吃的人多啊？啊，没得吃肉。你吃虾肉。放虾子好吃，好容易入住哦。还有入了香味，什么都搞好吃。我总感觉没你吃我喜欢，吃我喜欢。你转吃嘛的？嗯。我那我是做一边在转边。我饱了，我就是吃嘛，哎呦喂。还没换啊？我老饱了，要继续吃，我出钱。还有点菜有点苦味好吃，加青菜有点苦味，萝卜菜有点苦味好吃啊。这个太苦了嘛，你嚼不掉，你越嚼就越苦啊。但是我今天吃那个新鲜的叶子，我那么啃，还有不苦、啊？搞不来，好，我们这次就到这里啊，拜拜。我身体这么嚼，我身体这么嚼。拜拜。